这个让他们检讨出来，那现在他相关的这一些救灾的这个规定都有，这个我们会来做相关的检讨。那这个事情发生非常的不幸，我们非常难过。那我们会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会做这个做一个调查报告，我们消防署也会协助做旁边做一些相关的督导的这些工作。有可能讨论说，如果火场里面未来没有受困的人的话，消防员就不要。其实现在我们的火场作业的救灾的标准里面就是这么规定。那他有一些其他的考量的话，那就必须要把为什么没有人的时候，那这个台中市消防局还是要派人进去。那他这个都在调查报告里就会说明。所以你觉得这督导的问题吗？这不是督导的问题，这是整个救灾他现场指挥。到底是怎么个一个指挥，然后当时的现况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。那现在的这相关的规定已经本来就规定说，火场没有人的话，那基本上是不要派人进去。那如果要派人进去，那必须有一定相当的理由嘛。那这一部分理由就是在火场调查里面要注意的要去着重的点。 SOP 要改善吗？这个让他们检讨出来。那现在他相关的这一些救灾的这个规定都有。